出发！我还是摘掉眼镜吧。那我不要。玩到一半看广告，那肯定影响手感，影响游戏体验啊。哎，三个。不是吧？哦，那个只是一个小磁铁啊。我现在看他这样跳，我脚都慌了。吓人！嘿，这些小浣熊是干嘛的？飞那么远。哇，好吓人哦。对于有恐高症的我，哎呦！